观众可爱萌。然后，因为你们会跳窗吗？跳窗会啊，怎么了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他跳 GTA 跳窗不是会卡住？对啊，那可以在设定里面调掉。哦，就是、跟就是看有没有需要。麦块一样的，切换画面不会有 ESC 那种东西。以前的麦块啊，不是 ESC 就会游戏暂停。哦，那可以调掉。哪边可以调啊？一个声音的话就在声音，然后影像的话就在影像。会攻杀啊？对啦，就是这样啦。哪边哪个东西啊？有一个什么失焦石什么的，失焦石静音哦，这个、啊、同步对，那个它是开启的，然后把它关掉。感谢我影像 哦，影像也是啊、哦，嗯，失焦石暂停，那就关闭，这样啊？对。你像你跳窗的时候就没什么差哦，就它会继续运行。大家安安，感谢秘书本人我35个月就命。你们才可爱萌，都是你们都刷起来了。感谢水里，哇，贴图要赶快画。安安，头贴这样。安安，安安，安安，哎，过头了。你要去哪？没有，我刚刚直接一个车子往前翻，然后再翻回来。帅，耍帅，感谢礼物。哎呦，大家安安，杰克派米奇过来。啊？杰克派米奇。哦，你说字幕字幕对啊？哦，派米奇来暗杀我，派米奇暗杀。你以为他只是一只老鼠吗？你以为他只是一只普通字幕字幕吗？对啊，太小看他了。耶，金色师，大家安安。是我有没有那个老？哎，老大是不用设施都可以吗？啊、是。什么老大不用设施都可以？是成为老大的话，有需要什么东西吗 ？CEO 钱呢、啊？哦、因为有一个啊 ，CEO 因为只能拉我们四个嘛。对啊，想说就是会有那个、啊、DSD。你拉四个而已啊，我们就这几个要玩而已，不是吗？啊，没有，因为前面要抢那个啊，哦、要是要拿物料。Hello， 想成为副手。到今天开始抢劫，因为他们怕说那个一般抢劫跟末日抢劫会卡到一起。嗯，然后杰克说不会，如果会的话就找杰克。然后我不会承担这一切的。他有房呆啦。嗯，先买饼干好了，买一些糖。你不是领饼干吗？这也不是用领的吗？哦、对啦，是用领的啦。好，还买。想骗啊，好爽哦！我要跟他领，给我。你可以领吗？可以啊，我也在领啊。哦 ，Hello， 给我。我也只有老板可以领。给我，我也要，哦，满了。给我，我也要。我突然觉得这样对吗？员工有这么多食物，员工餐啊，太多零食了吧？哦，你不知道很多企业那个零食都是摆满桌，让员工看人家想吃就去拿去吃的。你看看，对啊，你这个，哎呦，这个老板不行，这个老板抠抠。对啦，我就是抠啦，我不会，脚最会抠。你看他这里就有个零食，零食那个啊，零食的盘子啊。声音好大哦，好大。这里有零食盘子哎，我可以再继续拿吗？拿嘛，你就不能拿了吧？可恶，我要把整个盘子端走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拿。Emergency， 好，拉我过去。大吉，哎、欸，来，等一下。好，你还在用东西啊？对，我在储值。储值？啊？你氪了？氪什么？出 no 的，准备给大家抽奖的。哦，玩
克鲨鱼，我诺诺有一阵子没出了。哎呀，来了！我还以为你在克鲨鱼卡。月月举爱，月月卯。好，你猜个什么东西？不要逼我、啊！抽十分钟，来十分钟。刷起来，刷起来！不要逼我、哦，我这边要刷不同的东西哦。哈记，哈记，大家要说谁的一次懂就抽奖一次。哇，哇，超大！哇，这我太大了，这我太大了。反正说没关系啊，玩啊，没关系啊，又不关我的事。哇，你们不进来吗？设施？你有邀我吗？你有邀我？有邀了。哎，有了设施。本到线上模式叫。哇，今天转木马，感谢。我知道，可是太久了、啊。等我一下，我想再刷一台一万七。时间还可以刷吗？现在时间。哈基哈基，点到了。你看，你的，哎，我手这样不帅，你看你的这么大。你这么大，我还是不要过去好。你们两个慢慢谈好。你的这么大，你们两个慢慢谈。我有付钱。这么大，你付钱请杰克。那么大，你看这个就是长度。好，哇，杰克刚开台就但不行啊。没事的。哇。终于什么？你是说终于连到线上吗？还是终于开 GTA 了？什么终于什么？这两个终于两个字啊！终于抽到了，终于抽到了 SSR 啊！然后最烂的那种，今天又抽到烂角色，那好，哭哭啊！啊！就是舌头前面会有一个蜘蛛图案，哇哦！对，就是那个舌头。他的 no life 的名字前面有一个蜘蛛。蜘蛛？对啊。出资够多钱吧？不知道，因为正常不是都是那个美国队长的那个盾牌吗？好像现在出资多少钱也会有不同的那个英雄的徽章在前面。哇！舌头花钱啦！哇！哇，大大、欸！我卡充很快，可是我开始卡啦。我后面没办法三星了、欸，哎，我开始只能一星了。四千，哇，你这样又花了1000块，你知道吗？傻不够多啊，这样就花1000，你觉得值得吗、欸？你们都好了吗？你们都好了吗？我断你了。在里面啦。好，等我是不是？没有啊，那不是歇斯底里吗？对啊。有吗？我记得有腰啊。没有啊。哦好，摸乱摸一通，呀，隐约在乱摸我呀，这么大，对啊，我都想把那些背面的好友删掉了，气死，乱摸，瘦身，哦，你说那个那么大是那我那个、哦，对啊，怎么猫咪又烂，哇，那么大。哇！瘦身，杰克这么大，那么大，这样子的这么大，好，走啦，去里面，走。刚刚买饼干吗？啊，我饼干嘞，然后这里面，前面的柜台小姐，好，我用走的过去，那么大。哇，柜台小姐这么大，哇，你这样子不行啦、啊，哇，晕了。哇，你们两个不怕踩到钉子啊？不会啊，我相信他这里地板拖得很干净。嘿，好，多打四脚的。哇，饼干在哪里？饼干，找柜台小姐，找柜台小姐。莱斯特，走开。饼干怎么用？饼干就抓点他哦，跟他讲话。零食，使用接待服务。免费，零食，很满，几耶，真好，就买到满啊！烟也是不用钱的，真好。对啊，哇，走吧，世界要太平了。走到底，怪怪的，什么怪怪的？哪有怪怪的？
怎么怪怪的？怪怪的，又有怪怪的。哦，原来光光那个真的是你哦！我差点把人删掉，我想说这到底是谁？来来来，冲啊！最后一张，哇哇！视听教室，不是啦，他是电脑。找位置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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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位置坐。都是坐最后一排位置吗？哎，我要坐的位置，你坐他的。末日来临，我要坐角落睡觉。坐腿上，是末日来临吧？就最后一张啊，应该是吧？我扣了十二万，我坐下去睡着了。你们看动画吗？我是可以跳过吗？可以跳啊，那就跳啊，那就看你们想要看剧情啊。剧情等之后，他们从第一章开始解吧。嗯，那现在我们要先去抢一二三四五五个，前置啊，都要跑啊，前置都要跑啊。嗯哦，好，先抢这个被标注的现金吧。走喽，出去喽。聊天，他们在吵架哎，在吵架。才是对吧？你说聊天室吗？感谢舌头，战局无法确定哦。QQ 战局的聊天室，我没看到，刚刚没看到。可是打翻剑呢？哇，这么凶的吗？这是车啊，没车门。哇，他刚刚说被炸了。转转转呢？哇，你等一下就出来了。哇，是哈基的暴君哎，我要骑走。做不了。不要，你给我住手，住手，给我出来。给我出来！哇，那么大，给我出来！倒了，倒了！偷车啊！耶！啊！好吧 ，DSD 的还借我们。好，我骑另外一台 DS， 我骑另外一台，我骑另外一台。哎呦！我骑另外一台，我骑另外一台，暴君下来！那现在呢？要去哪里 ？DSD 下来！有标点，去标点的地方。耶，黄色那个。对，我走喽。喂，白金，你要自己过去吗？还是你要载我？好啊，好啊。咻，冲啊！哎、欸，高树枝、烂树枝、臭树枝。你跟树枝有什么仇啊？谁知道啊？搞不好我们过去的时候，他们都打完了，这样更好啊！我就会滑手机。哎、欸，所以这个是公开战局哦，公开战局啊，要在公开战局才能做。原物资那个原物料都要从公开战局拿，嗯，或者直接买，但买就花钱。对啊，就老大买就好啦。贵啊！不是花我们的钱吗？是花我的钱没错啊，不是我们的啊。现在在哪里啊？好远啊！洛圣都国际机场有点远，超级远。可以玩模组吗？不行，没模组玩了。模组也只能单人玩吧？哎、欸，单人也不行玩啊。你说哪个模组 ？GTA 吧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GTA 是不是模组不是都单人的吗？一样会被 ban 啊。这是到底是那为是哦？对啊。那之前一堆人玩那个，那不就都被变光光啊？其实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应该说是他不没有允许你去玩的东西，那你玩就是等于说你在犯法。来拍影片出来。啊，你被变掉是活该啊，这样子。那、啊、你要玩你玩啊，被我们抓到就是。是哦。对啊。那如果有人去欣赏别人的那个特殊的房子嘞、啊，也不行，都不行。我不知道。啊。烂路灯，烂路灯，不是有人要快要到了吗？我快到了、啊，在这里。什么老司机？老司机，行李袋有人拿到了哎、欸，我还没拿到，但是我现在拿到了。好，送回设施，好，走喽。那我根本就不用过来嘛。你动太快了吧！我直接拿 DSD 的那暴君二来玩啊！哇，暴君二真的很快，夸张！冲啊！暴君二说：“你才快，你才快、啊，你才快。”
老司机，萌萌的老司机，你说杰克啊、哦？音乐啦，音乐。杰克啦。音乐啦，音乐。要吵是哈基啊。啊，哈基啦，哈基啦。啊，哈基，哈基，都哈基的错。嗯。啊，对对，我萌，我萌，对我萌。对。这个锅都哈基背。都哈基的锅。哈基背。我背。你背。我要飞回测试了，我们这趟出来是在干嘛的？对啊，走喽。嗯，都差一点点分。哇，又被照到了，反正。什么东西被照到？你说那个、啊？直升机照到啊。哦。聚光灯呢、欸？还不赶快照一下？不要。对啊，当个明星。对啊。玻璃都被打了。注目嘛，嘿。聚光灯轮到你，走喽！可以跳伞了。感谢礼物。你要跳吗？我可以飞很高，然后让你跳。啊、但我记得车子里没有那个、啊哦，没有伞。对。崩嘎崩嘎！为什么有一个打架喽声音啊？什么声音？哔哔哔哔哔哔，对不对？那这是被瞄准的声音啊！不是，是很像那个。无线电在讲话的声音，没有 啊, 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刚刚有听到一个无线电讲话声音。你 是在看影片啊？哦，片片关掉了。哦，不要看片片哦，开台不要看哦。我没有看、哦，可以看，不要播出声音。谁在射我们、啊？又有了哎、欸，好像是只是哦警察的那个啦，做不到。啊，有，怎么了？引擎盖掉了。你的引擎盖怎么是这样子分啊？哎呦，那现在来甩掉吗？还是我要打给莱斯特？好了，不要打了。耶、yeah ，不要打了，完成。Thank you, FIB。哇，被挤呢，好爽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还是有心？那是解，哎、欸，我差点插到、欸，哎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要解，自己要解啊，自己解。啊，不是信息要自己处理不是吗？自己处理啊，不是帮会老大帮忙处理啊？没有，那、哦、不好意思，我钱没那么多哈。啊，那我还要躲信，那我出来干嘛的啦？哦，没有，你就在外面等，我直接开下一个任务继续拿，知道不好？你直接进测试里面不行吗？哦，勾在电线杆上啊！你又掉到电线杆上。八八八八八，拜拜。看来你很喜欢电线杆呐、啊。我的载具被扣留了啦。你再叫另外一个载具出来啊，它就毁掉了。我毁掉了。它就会毁掉，你就可以叫每一位那个叫保险修好了。哦，对，这比较快的方式哦、喔。烂电信最快的方法、啊。那你们要一次物资全部拿完再过差事还是？先把前置全部跑完吧。好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方便。这是什么游戏？麦块啊，麦块。我自低，你看到这台，哎呦。哎呦，立马没心了，是的，好猛哦！杰克，你看我。嗯、等一下，我怎么插在地板上？你看好帅哦！我看你插在地板上。是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嗯？太平洋船屋，哇，我没有车了。哇，没有车了。DSD 摩托车借我 ，DSD。可是 DSD 好像没开摩托车、啊。他开。我看到他的摩托车 ，DSD 摩托车借我 ，DSD， 他狼嘞，在上面。哦，暴君被摧毁9500，哦哦耶、哦哦哦哦哦哦，谢谢，感谢 DSD， 走喽，我可以不过去了吗？这次这个任务要过去吗？你如果你比较近的话，你可以过去。那我们可以不过去吗？那我不过去，让你过去。你们过去拿一拿就回来了嘛，那我就不用过去啦、啊。都可以啊，不然有一些人就守其他点啊。
没有，就是搞不好下一个会出现在那边，因为我忘记会出现在 哪几个点上了。冲啊！可以把杰克的飞车扣押吗？那要他触动到警察，然后他人死掉之后才会被扣押。对啊，干嘛扣押我的车？你讲的哦，不是我。不要扣押我的车啦。想扣嘛？扣一下嘛。妈呀！射掉左边那个，射他。好。是谁？飞好快哦，那只臭。完全追不到。谁？你呀、啊。谁？哇，这真的好快哦，这台车。嗯，他是直接把那个战斗机的喷射引擎装在摩托车上面了、哦。对啊，好猛哦，这样。这种 DSD 在点点什么？啊？有路人吗？路人？那个 X 啊，有个一等的哎、欸。是 X 那个吗？嗯，对，可是今天不是一直在用了？他热心过头，对，帮忙过头，然后他自己有警心，就在我们附近，然后我们附近都是警察，他就是村民，然后一堆僵尸在围着他，然后只是路过而已，就遭殃，对，真惨，很惨啊，还被人杀到哈基，在哪里啊？张啊，哎、我卡。我卡在电线杆呀！我快死掉了。这个我好像五分钟前听过哎、欸。对啊，好像某个人也是卡在电线杆哦。就说这个电线杆是最讨厌的东西。我刚刚一往下降就看到下面有个电线杆，然后我就卡住，我就脱离了。我就说电线杆是最讨厌的东西。真的？为什么有电线杆这种东西啊？这是啥？拍照，拍照。那几个点我们要下去拍照，没有敌人。X 站一下，然后再就让他直接摔。哦、oh, ，然后变潜水艇。你按 X 可以在上面滑水啦。然后嘞，你要下去吗？拍照在哪拍？是，我们我现在拍这边直接拍就好了。我出不去，我出不去。是啊，他说什么水门照片。设一张大照片啊！我怎么储存一张很丑的照片？哈、欸！那我先下来。你都是先跳车才讲，你先下，你每次都这样子。哪有？我刚刚有说，你进地狱门就这样子。我进地狱门喽，就那个了一下。你说有没有这回事？没有。耶！好，还是他。空白。反正就是拍他指定的点，就蓝色的啊。哎、欸，然后嘞，东门北路口，不，然后拍照传给莱斯特码头、欸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拍？拍我，我要当码头姑娘。好、啊、好，传给莱斯特。哇，那么大！我可是我拿钻石弹，来西门。有人游泳了，哎、啊，怎么办？东门。又没有，旁边有的，对，莱斯特，白痴，对吧、啊？我是想说四代火影，这里，而且这个码头姑娘等的有点久，那个莱斯特，开打，楼上房间，下一个，楼上房间，传给莱斯特，侧门。楼上房间要怎么上去啊？侧门，这里吗？楼上要怎么上去？哦，那边啊，对，那边有楼梯上去。可以找里面吗？不是楼上吗？这边不是之前抢女武神还是哪里的地方吗？对啊，可是楼梯在哪里啊？楼梯嘞？楼梯在哪里啊？啊，西门，不是啊？啊，是西门，是这个西门，不是那个门哦。哦。Simon， 看看，是这里有直升机来了，对，有个直，传给莱斯特，有、哦、这里我找到了，哪里？不，在哪里？你上去，我去大影院，进洞，进这个门，这门拍了，还没啊？
都剩楼上，剩楼上而已，不是吗？哦，好。对，用手机拍楼上照片。嗨，我来了。哦，看到了，这里。楼上的房间。这楼上。这边吧，这一间。嗯，就直接拍啊。下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是要面对很强的敌人。嗯，我你们怎么爆雷？反正等一下也会知道啊。气，好爽哦，好爽，爆雷克，打爆你！哎、欸，然后呢？他传给莱斯特，按空白键。哎、欸，我是直接存到云端的，是不是？有可能是存到、啊。上来啊！那个。干嘛？没有，不然空白、欸。离开此区。我传了。哦，我传了。可恶！哎哎哎！跳！外面有直升机可以坐，耶！免费直升机要送上去了。是谁啊？免费直升机。免费直升机。啊，机快！跳一下。直升机，跳！跳！跳！啊！啊鸡排！哇，那你只能做那个了 ，DSD 的。这是谁 ？X 吗？这是谁啊 ？X。为什么我有点卡卡的、啊？为什么卡卡的？我为什么卡卡的？不知道，等待你的组织离开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好了。蔡兆轩，你在讲什么鬼东西？我就把你给禁言。逼掉，我剪掉。你只打一些我看不懂的话，那就把它给剪掉。请问想换造型跟被丢弃要怎么拼在一起？啊啊！不知道，他就说打个想换造型被丢弃。啊？我不懂，可能。我觉得他可能是小孩子在乱手机乱乱按的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你说键盘乱按吗？所以直接把它编掉不就快吗？啊，木瓜交给你了。哇，编掉钱还可以吃木瓜。等一下没充力，后面的有障碍哦。没有啊，他在打一句。我想办法离开这里。他在打一句看不懂的就交给你了。哎，哎都不听我讲完呢、欸，虽然有延迟。直接看了你真棒，真棒！等一下，我卡住了吗？电接感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卡在楼梯上。离开那个区域，跳！啊，要跳伞哦！到啦，我们到啦。到哪里？啊，他带我去哪里？我不知道他带你去哪里，说我自己跳了。要带我去哪里？前置完成，我要回去。咻，还有分末日一哦。咻，末日有也有好几张啊，有三张，刚刚解。所以你是说末一，我应该是吧？我们是直接解最后一张，解末三。啊，我们现在是末三啊，可以是这样子哦，是末三比克吗？我们是直接解最后一张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最后一张。因为我们要直接解最后一张，它有钱有加倍的活动啊。嗯，解末三哦，末三码，手机末三码。哎呦，西门，你不要打电话，我在磕东西。磕磕。哦，西门，你干嘛打给我？好好，是不是轮流打、啊？一个人拒接他，他打架一个。我是不是被讨厌的？打给杰克好了。杰克把他挂掉。我完全不理他。我们是解散。他当路人杀手。可能没有啦，是说他如果再打我看不懂的话，就交给你了。哎呦，什么东西飞下来了？哦 ，DSD 回来了！不要打我，我只能撵路人，不要打我。DSD 撵引擎干什么？上眼。哦，我没着地。不要打我，我只是看到路人就想撵而已，没有。没有，没有什么。
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好好好好好。路人，我忍不住我的手。起飞。那路人在换我。我要进去吗？我进去就好了。等你用好，我们先把全部钱肢解掉啊。好。是警察推我撞你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捏你的。哇。都推给别人了，哇。看的是车，真的很开心。哦，你就是你 X 就你哦，小乐，好哦。转，哎呦！转。烟是第二车。哎，我说有一个零等啊，哦没有，不行等哦，刚刚在读区哦，他说零等。转。你可以下直升机那哒，声音好吵哦！哎呦 ，DST 怎么了？头晕一点。黑神。哦，行。黑神。冲神吗？黑糖。我干嘛？来玩这个。什么暴击？有没有啊？这啊！我的门不是我的门。别人车的门，你的门到底是你的门还是别人车的门？别人车的门，出了什么？哪一台啊？那个飞天车。欸，所以那台是别人的，这台是你的、喔？对啊，你现在开的那台是我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 DSD 的。你的怎么这么破、啊？你都看到他们用飞弹吗？欸，我只是没有改飞弹而已哦、喔。理论上我们会先警告才 ban 人的、啊。不会无缘无故就被下去除非基本上你讲人话就不会被编的。对啊，鬼话没人听得懂，话就编掉了。太远了吧，不动了。我开的车快到了，好好，你看的车快到了，好、哦，交给你了。美丽威慑营地，可是附近很多人，让我很想撵，我就有点忍不住我的手，感觉好像是要打架的哎、欸，不然去美丽威慑那边干嘛？他是美丽威慑营地，是他们基地还是营地？营地是另外一个地区吧？我看一下，还是先飞过去吧。营地是在码头那边的，码头啊，一堆货柜车这边。对啊，走营地是那边，叫总部还比较像吧？除掉守卫哦，对啊，刚才有足侪人的呢，哇塞！就我也参与一下好了。小乐过来载、我。我觉得你们需要来参与一下，我一个人可能这有点。小乐不要跑，有点。好。小乐，我来了。再见，嗯。哎、我咋？嗯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还没有上去，他就先起飞了、然后就掉下来了。嗯。哼、哇，有人戴这是什么头盔啊？什么头盔？很多眼睛吗？就是有点防震防爆的那种的。防震爆警察头盔啦。哦，防震头盔。那个我头打下去打不死欸，三枪了。哇，四枪。不会是那个机器人吧？打他男人最软的那一块。哦，他是机器人，所以他没有那一块屁股，我不知道。哦，哇塞，你们凶巴巴啊！也是啊，他没有心，我会软。嗯，对啊，杰克最近都怪怪的，哪里怪怪的？狂巨头家有点嚣张。超爽的 GTA 而已，怪怪的，不止吧？哪有不止？还有什么？忘了，最近在那边好爽，好爽啊！我抢到一台坦克，哎呦，坦克飞起来了！我看到飞，坦克在飞，偷走黑神啊！救命！坦克翻车，坦克翻掉了！
就坦克翻掉啦。为什么会翻掉啊？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照看嘛。你不乖。哇，这坦克好可怜哦、喔。干我屁事！坦克翻了。所以黑神是坦克哦、喔，不是旁边那一台。地点是。哦，我翻回来了，耶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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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好难开哦、喔欸！上来一点，上来一点，上来一点，我看不到他。走了走了走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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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直升机是要打的吧？直升机，这个是敌人吗？这个是敌人吗？这下去有没有东西不知道了，看有没有哀嚎就对了。对，看聊天室有没有打点点点。看起来是没有。哎呀，哇塞，我骑上是谁啦？我啦，不好意思。你知道一言不合就是骑上去，一言不合就骑了家。哇塞，都跟你吵架哎、欸。对啊，跟你吵架你就给我骑上来了。哇塞，不行哇。哇，那你女朋友怎么办？一言不合就哇。女朋友吵架、欸，你给我过来！哇，这样子没有问题吗？你要把那个小雨骑在我头上那个剪下来。是你说那个吗？最弱的。对啊，哦、爸爸带妈那个女儿的那种画面。所以千万不能惹小雨生气，不然你会被骑。那然后杰克的话也是一样。他们两个都是一言不合就给他骑上去耶，哇！哦，这飞弹有话打我们。对啊，我也好怕啊！你们跑好快啊、喔，坦克跑好慢啊、喔！哎呦，不要撞我！来，你找我是不是？来找我是不是？哦，抱歉，你死掉了。哦，完了！哦，连警车也轰了、啊。我坦克在冒黑烟了。结果，哦，坦克在冒黑烟了。八点半还早，这个就你要问杰克哦、喔啊。对啊，就是怪怪的哈、啊。我忍着，我忍着啊，等你再说。忍住不要骑好不好？不要乱骑。对啊。看一下对象好不好？不会啦，会啦。怎么这样？哎，把人家骑在，那肩膀都变粉红色。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粉红色的寡妇啊？哦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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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粉红色的内裤。粉红色的寡妇，你在讲什么？寡妇那个啊，机枪啊，你让谁寡？新买的哦，四十几万哦。新买的寡妇，哇，哇，骑过，我甩掉几台，这怎么甩他？头发甩甩，打不那个走开。他竟然帮我标那个，帮我标设施。哇，你还要人家帮哦？需要、啊。有一个想要停上来我们上面的、啊，停不上来、啊。好，来来，给你停。停啊！他停不上来吧？给他停的话就不停了。嗯哼哼，不想停了。你既然给我停，我就不想停了。突然觉得不想停了。讲屁！哎呦，要修我，又骑人家。对，骑警车。哇哇，你喜欢？喜欢？对，你想有制服的哦。什么东西啦？哇，欸、知道杰克喜欢的东西了哦。他喜欢警服哦，警车造型哦，警车造型，变形金刚头上是两路灯哦，要有两个路灯在上面哦，要两个警灯啊，肩膀要那个有灯，红蓝的灯，哇塞，哇，然后他会闪是不是？他一定会闪啊，口味是这么特殊哦，哇，会闪才是男人的浪漫啊。哇，你这么特殊哦，哦，好哦，欸、如果哎、欸，对杰克有兴趣的，记得啊、哦，哇你连中间那个都要骑哦，哇塞，他要骑了什么、啊？等一下，我分隔岛都骑上去了，我骑上分隔岛，我好厉害啊，你自己很厉害，哇，自己吹捧自己耶，自吹，哇，没有我自己都吓到了，哇。可是要买一台雾音哎，好好用、啊。雾音要 啊，一定要买。雾音算是标配。哦、嗯，把
班，然后说都靠你们就好了，感觉不行了。你可以提供有需要吗？提供什么？提供什么？分隔岛吗？锦城岛是吗？分隔岛啦。那个你要问杰克啦，杰克才喜欢啊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你真的是一言不合就洗澡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容易冲动哎、欸。我不喜欢转弯，这可以吗？你不喜欢转弯，所以你是直的、喔。对，直的。哇哇，怎么了吗？没怎么，没怎么。卡过去了，算了，不要卡。你都已经到这边来了，我原本想要直接冲分割岛过去。你又想骑冲分割岛？又想来了，又想来了。哦，我要撞到汽车啦！你又骑上去了、哦，还要骑了，还要骑。他开那么慢，烂警车，嫌他慢就跟他骑上去了哇！然后就你走路好慢哦，啪骑上去。哦，哇，你这样子真的是交不到女朋友哦。人家喜欢慢慢来，你太快了，人家是人家把你甩了才对吧？哎、欸，这里有一台车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，他的姐妹来追你。